攞到香港公屋二到三人单位，屋企成员咁多，点算呢？睇睇我哋系点样解决嘅。门口设置厅房，靠墙三尺地台床，隔离床头柜和衣柜。木板隔墙，上面留咗透气窗，门口到顶鞋柜装咗磨砂玻璃，靠客饭厅镂空展示柜，平时可以晒下家当。主人房摆放四尺地台床，窗边装台，床尾做三尺上格床，侧面木隔墙安装门帘，正面成排吊柜，满足收纳。右边衣柜俾内面用，穿插圆空柜，颜值超高。呢度安排书台，榨干每一寸空间，爬梯上落床唔阻地。香港罗兰博格自营加工厂加专业装修，一站式服务帮你搞掂装修烦恼。门市地址系九龙荔枝角香港中心150室，欢迎大家上嚟睇样板倾设计。